第二十四题，宇翔在实验室的药品柜中发现硝酸钾。它在不同温度调配甲乙、乙两杯硝酸钾溶液。若甲杯硝酸容溶液是在二十度 C 一百克水中加入五十克硝酸钾。 乙杯硝酸钾溶液是在三十度 C 一百克水中加入五十克硝酸钾。已知硝酸钾在二十度 C 的溶解度为一百克水溶三十二克，三十度 C 的溶解度为一百克水溶四十五克。四十五克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呢，我们的甲杯呢，我们在。 三十度的时候最多溶三十二克，他给了我五十克，表示呢我无法全溶，有沉淀生成。同时呢，它的溶液呢是饱和溶液。那么我们的乙呢，它在三十度吸的时候最多溶四十五克。 那么你也给我五十克，那也是不能够全溶，也一样有沉淀发生，也一样是饱和溶液。所以选项 A 说两杯硝酸钾的溶液浓度相同，错。我们是在不同温度的饱和溶液，它们的浓度呢是不一样的。选项 B 说两杯硝酸钾溶液内的溶质质量相同，错。那么一个呢有溶三十二克，一个呢有溶四十五克，溶质的量呢是不同的。所以选项 B 是错的。所以那么刚才讲了我们。 甲跟乙呢都是溶到不能够再溶，都饱和了。所以选项 C 说两杯都是未饱和容易是错的，而只有选项猪两杯都会出现沉淀是对的，因为给我五十克，我只能够溶三十二公克；给我五十克，我最多溶四十五公克，所以都有沉淀发生。第二十四题问我們,我们说，那么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两杯都会出现沉淀。